呀，用尽了没有错。你被游乐园，你被游乐园出发到我们名古屋的雷勾乐乐高乐园。一套旅行拍三集。所以跟他会说，哎，你的朋友如果问你说你去日本玩什么，他就说游乐园。游乐园，还有嘞，游乐园，还有嘞，游乐园，还有嘞。因为真的每天都有游乐园。你确定这是乐高乐园今天有营业吗？有。只是今天是平日，太没人了吧？很舒服哎。我们还没进去哎，这边就有个溜滑梯可以玩了。哦。这只是一个通道，是可以小朋友这样溜下去。我们推推车，小朋友。对，然后小朋友可以溜溜溜滑梯。现在算是淡季，对不对？它票价还有分淡旺季，然后都是浮动的，每天都不一样。然后因为它上面也都没有写啊，我是刚刚去问那边的警卫，他才给我看说今天是多少钱。平日的淡季多少钱？大人？大人5800日币，然后小朋友是4400日币。哦，还可以，而且 Klook 买更便宜一点。对，然后因为我是 Klook 买的，所以大人只花了900多台币，然后小朋友的话是600多台币。我一直在等，为什么你们还不进去？连蔡中汉也很开心。超期待的，我觉得米宝根本没有很开心啊。哇，最期待开心，快中很开心啊。好哎，来一只，很爱拍照的波嘞，比一般地区乐园人多啦，但要拍比较久一点，但其实也还行，大概20分钟，差不多。他这边，他上去然后看。下来就焚化炉，米宝挂病号了，歪歪，阿伯你挂阿伯胜了，这边是德福区就对了啊，那个啦，德宝，德宝，德宝区，它所有设施都是乐高哎，太可爱了，我好开心呐、米宝愿意起来了，对，他想坐火车，要搭火车是吗？嗨。它是分那个系列一区区，对不对？对 ，City 区、海盗区、忍者，忍者，还要加起德宝区。哎，别夹爆米花了，那个爆米花是。要哎！哎呦，龙肉哦，可以，也不贵，也不贵，大概600块，600块台币，还行，还 OK， 还行。什么意思？人家米宝有，你我要一个，什么什么的。你知道干嘛？他自己要拍。你刚刚建议说可以装镜头，是不是？很开心。你看米宝好像不是很开心。嗯，哎，这车真的很棒。哇！赞呢。耶！你们海盗区很好玩哎，不然哎，这个是真的会湿的呢，它的射程是，不是它也会射过来，来了，打！哎，你们都没有一点攻击力，阿公还有新的一台。妈妈的衣服搞不清楚是湿的还是干。我造型应该是不一样。阿公他换阿公去做了。对，阿公换阿公去了。洪家玲去玩云霄飞车，把他放在故乡。哎，我们爬到一半，然后说那个车子在维修，送什么送什么，还有补偿什么？快速通关。哦，真的假的？这有快速通关了。没有，但它就是这个啊，这个。哦，一次是不是？
是。One time or one time. Okay. One success. 来吧。哇。对。那边嘞，哥哥。哇。哇。哇。加油！加油！啊！好可惜呀。会讲吗？你有圣诞节的卡片。哇哇 ！City， 最期待的 City 啊！就本人哎，本人哎，好可爱啊！耶，嗨，哦，好开心啊！敬礼。耶、yeah, ，好开心啊、哦！穿上万笑最开心，耶、yeah, ，Thank you。程序耶！哎，还有引擎声啊！还有这个室内空间，你看看，前面还有三颗拳头的距离啦。哎，到这边，哎呦，大概20颗拳头的距离，不错，坐起来就是蛮硬挺的，舒服啊哈。它是三宝啦。哇，警察！哇，你看警察在那里。吓歪！吓吧！等爸妈的游戏啊，难怪蔡中汉不来，可恶！爸爸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最后一名了，最后一名了啦！最后一名了！来，干杯，干杯！哎，要当第一名啊，阿贝，我们要当第一名。对，目前第一名，目前第一名，赶快，赶快，走走，来，第一名的人走吧，走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好了，第一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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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美。他把小朋友衣服都弄湿，他就是对，只买衣服。的驾照哎，嘿，嘉玲飞不起来了，降落啊，飞不起来了，阿波在怕，阿波在怕，阿波不敢起飞，阿波不敢起飞，他飞机一直在滑行，你还在跑道上滑行呢，阿波不敢飞起来，龟一直在上面了，你要再去坐一次是吗？好，那赶快去。太高，你就在下面，我们在下面飞就好，爱惜生命。什么啦？包场啦！第一次看到那种这个主题乐园，整个可以包场的哦。居然没有人，里面是有室内用餐区，就室外这边没人哦。大推平日的淡季来，哇，绝对要来，推推都可以玩到吃到。太好吃了，你要把它吃掉。不要了，还它是人呢。你自己开。
猜谜吧。对，这里啦，爸爸在这里。起飞！吓爆！吓死！吓爆了！哭了一个，以为没什么。这看起来没什么啊，对，结果他一个瞬间，突然间那种，这种比较可怕，而且哥已经做好很无聊的那个打算了，就突然间，哎呦，好好玩哦。然后蔡咪以为没什么，蔡咪那个心脏忽然抖了一下，哦，这里这里再玩一次，可怜啦，无人啊，吓爆！啊，蔡咪要再玩一次吗？不要了，我们去玩不要那么可怕的，难过。要再一次，第三次。爸爸加油！爸爸加油！哈哈哈哈你们喷到你们自己！潜水艇真的，哎，你真的是第一耶，就这样啊，包台包台，好，准备，哇，这个太认真了吧，哇哇哇，这里的这个洞，哇，这里真的，是真的，我以为是假的，是真的，哇，超，哎，这船超美的，里面有乐高人哎，对啊，很酷哎，有乐高，有这个大。哇！还想乐高冰袋哟！哇，这里面是金字塔哎，有真的也有假的。哇，好帅哦！好酷哦！哎，又有大白鲨！哇！哎，嗨，泰咪 ，Hello！ 哦，三个好可爱，很可爱，超可爱的。嗨！爸爸啊！什么？啊，刚才还没有看到企鹅，刚才还没有企鹅。你要这个是吗？鲨鱼比较帅，他穿鲨鱼装。哇！哇！太幸福了，太幸福了。圣诞节限定，这一区都是限定的，这一区都是限定的。你们拍照需要道具，飞机可以拍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可爱，这太可爱了。哇！大概快8000分哎，阿妈2000，阿妈只有2000，这边还大概打分数嘞，你有8000分哎，你好厉害，阿妈2000分，你赢阿妈，耶，结束一天的乐高行程，玩到天黑，太开心啦，智慧票价，哎，玩了又玩，玩了又玩，很赞啊，这个云霄飞车太委屈，要去玩第5次。就没人了，玩完下来就继续排。再玩再玩。我们平日刚好又淡季啦，对，刚好。因为早上10点到12点那一段人真的蛮多的。推荐给大家啊，如果想要来乐高乐园，可以挑个平日来名古的乐高乐园。赞赞赞，超好玩，超可爱，票价，耶！我们下一个乐园见，拜拜。